师傅手中的是一个厚厚的面饼，稍后呢，师傅会把手中的面饼聚成一团，中间留有一个小孔，借助自己的祥瑞之气，为各位来宾吹制面筋球。就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面气球的变换过程。我们看到面的颜色是越来越浅，面也是越来越薄。我们樊师傅呢有这样一个爱好啊，就是各位朋友，您的掌声越激烈，吹起的面气球就越大越圆。我们看到呢，在大家热情的掌声之下，面气球也是在奇迹般的发生着变化，由小变大，由厚变薄，而且呢是薄如纸张。稍后展示之时，大家都可以拿您的手背亲自去抚摸一下，面气球的质感可以和婴儿的肌肤相媲美，并且呢它的韧性也非常的好。我们曾经做过实验，在上面切生菜切黄瓜都是毫无破损的，